水彩是一种水和颜料作画的一种绘画方法，又称水彩画。成功的水彩画除了要掌握水分和色彩，亦都必须掌握怎样用水和薄薄的色彩去表现质感和亮感。虽然水彩的技巧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练，但是我们可以由准备功夫开始入手的。首先我们要三支画笔，大、中和小，然后我们要两杯水，一杯用来加入透明度，一杯用来清洗。另外我们亦需要毛巾用来吸收多余的水分，亦都要一只色碟是用来放颜料用的。用左手的朋友应该放色碟和杯在左边方便自己，用右手的学生应该放色碟和杯在左边。将水杯放在色碟的上面，咁颜料就不会周围都是啦。开始画画前记得湿一湿啲画笔。记住，水越多，颜色的透明度就越高，亦即是越淡。今集结束前，不如大家欣赏下水彩画家 Coco B 的表演啦。